疼不疼啊？王叔叔，爹，我要用气功了。哎呦，忍冬啊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帮你爹治了好几回，药都没有好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会不会半身不遂？哎呀！你别瞎说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我担心你啊，我说说还不行啊？娘，啊，其实我也没有把握治好爹的腰伤，但是以前大爷给我治的时候用的是活灸，可是我们药店里没有活灸，我只好用针灸加气功给爹试试看了。试试看？嗯。阿姨，先别担心，这次忍冬跟展大夫学了不少新的医术，我相信他一定能治好王叔叔的腰伤的。张大夫，您请进。嗯，这还不错嘛。随便看，啊，楼上还有呢。对，这就是我千家药铺。来，这是诊疗室。啊。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太可恶了！哎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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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爷，你不是大夫啊？这是谁呀？吴兆不会姓易的吗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大爷，这是我爹，我没有。亲爹也不行。哎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冉东替他爹诊治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哎，我没揍你，还真不知道我是谁啊？阿姨，先别冲动，他就是治好冉东肺痨的冉大夫。原来你是治好我们家忍冬的神医啊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你就别跟我计较了啊。既然神医你都来了，那替我们家老头子他看一下腰呗。对啊，大爷，您就帮我爹诊治一下吧。啊，展大夫。大爷，大爷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啊。忍冬的家人呢，就是我的家人，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把他治好的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大爷，真是太感谢了。谢什么谢啊？啊，还不快把针灸拔了，准备活灸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赶紧赶紧。